魔力姐姐，我们今天要玩的就是，哇，这么多薯片，我们要玩的就是不同口味薯片的试吃大比拼。一会儿呢，我会找来珍珍和刀子跟我一起玩薯片，薯片，薯片。好了好了，你们是不是准备好了？准备好了。你们今天要进行几轮的 PK 嘛，然后有一个超级最大又豪的一个奖品等着你们，所以你们要把你们自己的嗅觉呀、味觉全都调动起来。Understand？ Yes。来，我们开始第一轮，不多说。哦，这是薯片的声音，这是咖啡味的吧？啊，我喝咖啡了，你好。拿一个吧，拿一个，来拿一个。这么大，来吧，这么大。一二三，是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海鲜不对，芝士味不对，继续。每个人有三次机会哦。为什么这个表情很好吃？这个味道，什么豆子？蜂蜜味不对，错，两次机会没有了。你，还不知道，还没有利用出来这个。再给我一下行吗？行行行，你就是借那个机会想多吃点。最后一次机会了，豆子啊。要一片吗？我不用了。那你告诉我什么味儿？第二次机会你还没有用呢，不知道是吗？放弃好，你呢？哦，这是什么味儿？荷兰豆味儿。你放弃了吗，珍珍？啊不，你可以闻一闻。柠檬不对，啊，荷兰豆。你别猜了，你没有机会了啊。你呢？你最后一次机会要放弃吗？来，三二一，决定。是植物类的吗？来吧，再戴眼罩。很容易的，抹茶味儿啊，一点抹茶味都没有啊！啊对啊，我吃的话抹茶味很浓的，我觉得。我现在感觉到了，就是你们看着吃和你们蒙着眼睛吃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。确实，是吧？是吧，我看着抹茶味的时候，我会发现确实是抹茶味儿，对吧？那我闭着眼睛吃的时候，它就是个原味儿啊！真的是抹茶味儿，神奇吧？神奇！好了，第一轮你们都是零分。哎，这个好啊。这个、啊、来，刚才那个薯袋的皮儿是脆的，薯袋的皮儿是脆的。薯袋是啥呀？拿着，你这拿着，站着站着。姑娘，这个很别猜别猜，这个很简单，然后一定要抓紧时间抢答。来，一二三，进嘴，完美味儿。一二三，进嘴，完美味儿。不对，小王真真。豆子，草莓味儿，哦耶！对，这个草莓味是不是很浓？好可爱呀，它好好吃啊！有没有吃出来草莓味儿？没有，睁着眼睛吃也没有吗？只有望着摇摆。看见没？现在就是所有的薯片呢，都是睁着眼睛吃的话，会很容易品尝出来味道。那么豆子，恭喜你已经获得了两分。我的舌头是怎么了？珍珍，你要加油哟！最后有大奖等着你哦！来，戴眼罩进行第三步。戴上吧。薯片，薯片，薯片，薯片。谢谢。这个呢，是我个人超喜欢吃的一个啊。魔力姐姐爱吃什么来的？一二三，进嘴。鱿鱼豆子，你呢，珍珍？鱿鱼，鱿鱼是鱿鱼，能不能猜猜是这个鱿鱼味儿是什么呀？酸甜苦辣咸？酸辣，辣，烧烤，烧烤，腌制，腌制，行了，别说了。我其实知道这个是什么产品种，是我知道这个是什么小食品。什么？是韩国的对吗？对，是一个国外的。好，现在就拿下来吧。其实你们猜个鱿鱼的话，已经可以给豆子两分了啊。是甜酸味的吧？甜酸味吧。我真的是酸。嗯啊，有辣味儿，是不是很好吃？好吃啊，特别鲜，所以很容易尝到是鱿鱼。嗯，现在豆子已经三分了，四分，四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最后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个翻倍的一个挑战啊。那么我们还有一代，有翻倍挑战，豆子。来，我们这个蒙眼猜测还有一代啊，你们再戴上这个眼罩。好。要不要喝点水润一润？要。哎，我跟你讲，这最后的一个，如果你们猜对的话，我给你们五分了。我都不知道是什么味儿啊！那让我们怎么猜？不是这个味儿，是我从来没有听过的，很特别，很特别。
我知道了，那是什么味儿？先别吃，来，我知道是什么味儿了。什么呀？你说吧。来，一二三，吃。胡椒，不对。芹菜，不对。椒盐，不对。桂皮，不对。你们两个一人两次机会了，最后一次机会了啊！好好吃一吃，来，今天给你一个。这是哪个味儿的？啊！洋葱咖喱，不对。你这。真在特别仔细，就是可惜不知道。梅姐姐，我能再说一个吗？说吧，给你次机会。意大利红烧土耳其披萨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咋还有这个？撒鸭蛋你怎么不说呢？行，来摘眼罩。来扮眼罩，摘下去吧。这个是迷迭香。你们知道迷迭香吗？我都不知道迷迭香。我知道周杰伦有一首歌叫迷迭香。这个迷迭香那个味儿，其实我们平时很少去吃的，所以说很难去辨认到这个味道，是不是？嗯，这个呢就是一道死亡题。不是，这就是迷迭的香味儿。对呀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蒙眼猜测的一个环节呢就到这里了。接下来你们要用一个其他特别的方式进行挑战，让我准备一下。好。目前豆子是4分，然后真真是2分，我是0分。然后我们这两碟呢是不同口味的，然后是用不同方式去吃完以后进行抢答的。这个方式是你们先要放在你们自己的额头上，哎，又是那个，扭动你们的脸庞，然后到自己的嘴巴里，吃完以后按铃铛去进行抢答。可是我的额头，我的皮肤。来吧，3，眼睛的时候一定要闭上眼睛啊，要不因为你们眼睛会。怕迷到眼睛，然后3、2、1，开始啊！开始了，开始了！怎么是两个人？真的，你眼睛小心啊！我的鼻梁太高了！不是，什么味儿？吃不出来，不行，培根 ，no， 棉，别动，棉花，眼别动，眼睛，哎。棉花味？不是，这个食物里面有油。这个食物里面有土豆。这个食物里面有咸盐。对，你们可以往发挥你的想象力，无限去猜。三文鱼。奶油菌菇意面味。哎呦我的妈呀！我觉得你们猜起来应该也比较就是费劲，是不是？嗯。然后我告诉你们之后，你们一定会觉得哇，果然是这个味儿。啥蘑菇串儿，羊肉串儿，牛肉串儿，烤肉串儿，不是啊，这个是什么呢？啊，原来就在脚底下。乐事串儿，你是石蛋黄。然后你们觉得这个味道好不好吃？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，是不是挺好吃的？嗯，比我们想象的好吃，是不是？嗯。然后我知道是什么味儿，什么味儿？黑胡椒。啊，黑胡椒是你们能看到的，不要猜黑胡椒就好了。来，这个是你们扔着接住，然后才有机会去品尝吃它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我应该没机会品尝的。我也没机会品尝，但是我想帅一点。别浪费鼠标，好好接。哎呀，恶心不你？手指呢？手指怎么了？湿巾在旁边。我好像知道什么味儿了。什么味儿？西柚味儿。你吃出来没？香水味儿。香水味儿啊，真的有。空气清新剂的味儿。哇啊，果然是有香水味儿啊。但是它也是西柚味儿，柚子味儿。那我还猜它干什么？这个味道啊，这个就是又香黑胡椒味儿。我这辈子再也不会吃这个味儿了，就像把一个空气清新剂怼鼻孔里面的，有点牙膏那种香。对，啊，太好吃了。真的，拜。你不是自己说香水吗？那我们恭喜豆子已经获得了。6分了，你呢？零分，
没关系没关系，我们最后呢还有好多好多反转的机会，到时候充分利用一下。然后你们两个回避一下，我要准备第三种对抗形式了。好，这一次混合薯片大品尝挑战分为两分、四分和六分的薯片混合物，来吧，你们先从两分的开始品尝。好，我俩是一样的吗？对，是一样的，就是有两种口味的哟。来，快进行抢答哟！抢答出来这个人就会获得分数，反之没有分。什么？我知道了，榴莲味儿啊！恭喜豆子已经获得第一分了。还有一个味道的，你们要不要尝一尝？好好尝一尝。除了榴莲还有什么？豆子已经加了一分了。我也是，通知是榴莲味。除了榴莲，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口味啊，两大味儿，土豆味儿。冰淇淋味，哎呀妈呀，白期待了。你呢？这是你味觉呢？都没了。不是，关键是被榴莲味都掩盖了。我满脑这两个都是很强的味道。有水呀、啊，榴莲，榴莲。我觉得我满脑子是甜的。你们两个还有最后一次机会了。喝点水。来，吃完你们都吃饱了。你吃的是榴莲。吃饭了吗？啊，我到现在一直吃的是榴莲味。我也吃的一直是榴莲味。你们尝这个颜色的，给。啊，对对对，玉米。哎呀，完了，你没机会了。这件事情告诉我们，不要随意的尝试。我已经有七分了，你已经八分了。行了，八分。这样啊，还有救。八分。这样啊，还有救。八分。这样啊，还有就八分。这样啊，还有四分和六分题，这两分，这两个你要都获得分数了，你就直接碾压他。我觉得你真的可能，可能可能可能。在我说开始的时候，你们同时吃啊，不要互来，先放进去，先放进去，来，不要那个什么分开吃啊。来，一二三，吃。有个冰玉哈，我刚才有个黄瓜，对，不对不对，继续吃，抢答。哈密瓜，不对，两次机会了，你确实像哈密瓜。为啥俺俩呀？来，你们每个人还有一个最后一次机会啊！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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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我也不知道。来，再一人来一勺，再一人来，一人来一勺。我说一块吃啊！来，一二三，吃！快，很好吃，很容易吃，很强的一个口感味道，哼。你们两个怎么试试吗？对，花，花已经排除了。你呢？味觉呢？啊，对，你吃了。味觉呢？很容易的，急死我了。这里面有热的食物吗？我知道，这里面有辣的，泰式辣咖喱。我觉得我该淘汰了。咖喱对了一个，咖喱对了一个啊。那么我告诉你啊，你看刚才我们第一个不是榴莲和玉米啊，其实你们刚才没有吃出来，除了玉米还有牛油果的味道啊。第一个里边，茉莉姐姐，牛油果你能吃出来吗？这个咖喱我告诉你们，除了这个黄色的是咖喱以外，黄色的是咖喱，另一个浅色的是牛油果，另一个浅色的是酸奶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那我刚才吃出来了吗？冰淇淋不差不多吗？那差不多呀，酸奶冰淇淋又营养又健康，酸奶味的，可是它还有草莓味儿，还有巧克力味儿的，啊什么？所以嘛，来吧，还有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非常难了啊！你们猜出来就是六分，吃吧。人家你先吃，对你先吃，给你一次机会，给你一次机会，机会。抖音特别红，抖音网红产品。火锅，网红产品的薯片，特别红，吃出来了吗？锅巴，不对，两种口味混合，这里有植物吗？不要问问题，要给出答案。植物的味儿，不对，牛板筋，不对不对不对，这挺好吃的，好吃啊，火锅底料，
后给这机会不算你了，你再给你一次机会。你们莫名其妙创造了好多口味的薯片儿。这真挺好吃的，那种那种带点孜然啊，带点麻辣的那个味道，麻辣香锅，不对，有麻辣是对的，麻辣薯片，麻辣鸡爪，龙虾，哎呀。在我提醒下蒙对了一个。有龙虾，对了，有一个是龙虾味儿，还有一个是龙虾味吗？这里还有植物。你怎么就认准植物了？因为这有绿色的点儿。还有一个就是很普通的一个味道，说实话很普通。嗯，就还有一个是很普通，我们超市里面经常会见到一个味道，但吃起来可能会不容易。超市里经常见到的味道。嗯，你们都吃得干净点吗？怎么样，最后一次机会，来，三二啊一，炭烤猪排，不对，这个浅色的浅色的浅色的啊，是不容易吃出来啊。算了，你们，我告诉你们吧。嗯，怎么样？嗯，这个是洋葱啊。我每次听到这种答案之后，哎呦我的妈！这个是什么？洋葱和龙虾的一个混合口味。真真现在是给你加了一分啊！啊，不对，加三分啊！对对对，龙虾是三分 ，sorry。这个味道，我给你们看看，我们还不错，我各买不到超级无敌大奖品了。其实刚才孙导说了，其实还有一个超级不容易吃出来的一个单独一个薯片，如果你们想挑战的话，那个是挑战，可以给你们比如说五六分七分，想想挑战十分五十分的。行，我先给你们看看这个好不好，就是刚才这个，你们看酸奶味，哇这皮儿好漂亮啊。怎么样，酸奶这皮儿就很清新呢。 啊不是一个蓝色吗？咖喱味，很好看。哦，这个咖喱味其实挺好吃的，有点像那种，哦，这么看到，哦，这么吃到是酸奶味儿。对，对我闻酸奶味单独吃的话是非常，我闻也是酸奶味的。哦，真难吃。还有榴莲。啊，算了吧，这个，算了吧，扣下吧，真的。这个味道很冲，榴莲你拿着。然后这个就是那个，玉米和玉米琴歌，玉米和牛油果。尝尝，这个榴莲味有点像一个。玉米牛油果，三年没刷的大卡车后座的那个味儿，你闻。你坐过？没坐，我只是形容。哦，我给你们看一下抖音网红产品好不好？好，就这两款，真好看。网红就是不一样。这个粉色的就是一个龙虾味儿，然后黄色的就是这个洋葱味儿，然后呢，其实都不是很那个什么，不是很能吃出来这个味道。确实，味道的。真难吃，不是很好吃，两个。什么？哪个男人？你闻，你把头埋进去闻一下这个。行吧，这样我们把这个整理一下，我把那个终极的那个给你们拿过来，好不好？好，十分题来吃。哎呀，这么快！我觉得这个看着很简单，黄油味儿不对。这个你们就放心大胆发挥你们的想象力去无限猜就好了。只有国外才有的东西，想一下，黄，你黄刚就猜过了，你猜奶酪，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点接近。奶油意大利面，哎，你这更接近。奶油，奶油，哎，我可以给你五分了。啊，奶油菌菇，不对，奶油是对的，但是这个奶油怎么样了呢？你已经五分了，再加五分了，你已经八分了。现在什么味道了？薯片，薯片是什么味道的？就是很香，特别香，奶油通心粉，奶油是对的，然后是口味啊，口味，什么口味的奶油？黄油味的奶油，菌菇味的奶油，香草味的奶油。我再给你们缩小范围，然后你们抢答啊，准备好，准备好。来，
酸甜苦辣咸中一个，开始。甜奶油酱，咸奶油，你已经没有机会了。咸奶油，你也没有机会了。那是酸奶油好吗？辣奶油，我都说酸奶油。就这样，那我还是八分。呈现真正的总分是八分，然后豆子呢是九分。你们呢？相差一分，仅仅相差一分，那么豆子就获得了薯片大王的称号，获得胜利了。然后接下来这个奖品我要颁给了豆子，别难过，豆子，真的，别难过，我会让你看见的，我摆在这儿，你这么大方，我要拿了啊，分享给我，我愿意，拿了啊，肯定你。就是这个淡奶油，不是这个酸奶油。这是我的礼物。不是，好了，我吓死我了。啊，白搞性了。我让你们看一眼这个酸奶油。这个奶油有，你听香吗？我们豆子的奖品就是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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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。两个人的脸加一块大，这个是香蕉酸奶味的一个大薯片，给豆子。谢谢毛利姐姐，你们打开吃一下。哎，你可以尝尝。不要，我帮你。豆子姐姐心碎的声音，我好激动。来，我发大财，获奖感言。我感谢新魔力玩具学校，给感谢魔力姐姐，是什么的机会？我感谢真真班长比我少一分。魔力姐姐，你可以把这个给我吗？可以。来，我们来分享吧。哦，谢谢豆子姐姐。然后我们分享这个胜利的果实，毕竟这么大，一天一夜也吃不完。你来先吃吧，因为你第一名嘛。是这样的。这个薯片为什么是这样的？我为它爆灯。比香蕉牛奶还要好吃。甜甜的，糯糯的，然后它这个薯片中间好像有小气泡一样，不是那么实诚，很绵软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我的奖品嘛，哎呀，哎呦，好吃，奖品自己留着。还行啊，那个还是挺好吃的，是不是？非常好吃啊，软软糯糯，香香甜甜的。豆子姐姐这么说的吗？是不是？特别好吃，特别好吃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刚才有吃了很多很多薯片嘛，然后那些薯片呢，我们也可以跟我们魔力家族其他成员进行一个分享，对吧？啊，对。那你就自己留着吃也是没有完全没有问题的啊。那我们今天就玩到这里吧，一定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新魔力玩具学校哟。我们下次见吧，拜拜。你们尝尝，你们尝尝。嗯，各种各样好玩的，我要吃最大的这个。那我想吃我的奖品。吃草莓的。反正我闻着一股香蕉那个味儿是哪个呀？尝尝，现在是这个。哎，这个呀。这是不榴莲的。嗯，你闻这个，你闻这个。啊，这个好香啊！臭死我了，这个。这个像不像大卡车味儿？哇，这个怎么这么甜？嗯，这是我的奖品。那榴莲的在哪儿啊？在这儿呢。躺到底下身上。啊！臭死了，我一嘴的臭味，臭死了！啊！哎，我觉得这个鱿鱼的好吃，鱿鱼的。哎，这是这啥味儿啊？香蕉，好吃吧？这个鱿鱼好吃，我想尝尝卡车。对，鱿鱼好吃，我想尝卡车味儿的。卡车就是榴莲。卡车是什么？就是榴莲味儿。啊，就是这样，卡车味儿。好吃，然后就尝尝卡车味儿，咸蛋黄。嗯，你吧。这个好吃，你把这个真的好吃。你把头埋进榴莲味的袋儿里面，我让你们体验一下卡车味儿。哎呦，不好喝，不好吃。闻一下，蛋黄不好吃。头埋进去，哎，你们石头剪刀布还有酸奶味儿的呢。哎，别别，我享受这个味儿。酸奶好吃，酸奶好吃。那你闻一下，你闻一下。哦，好恶心呀！哇，好恶心！什么味？就我。你闻一下，尝尝。吃的是什么？把脸埋进去。天天给我。嗯。为什么要把脸埋进去？臭死了，这个这是。啊，我以前我们这个是最好吃的。酸奶还是甜椒的？我怎么感觉除了我这个上的比最好吃的是那个养乐多超级好吃的。我感觉养乐多。以前我们上次吃的那个老好吃，超级好吃。
哎，这是什么？那个有草莓味的，你们可以尝一下。这个，哇，这个太好吃了，玉米牛油果。嗯，特别好吃。给你这个跟那个上我家玉米棒一个味儿，太好吃了。啊，这跟那个炸酱饼干一个味儿。这个蓝色的。这个也好吃啊！你们选择一个你们最喜欢吃的。鱿鱼我最爱吃。嗯，你真的最喜欢吃西北味儿啊？我爱吃这个甜辣鱿鱼。对，你们喜欢吃哪个？我爱吃啊！太有点。不，就我爱吃这个。豆子姐姐最不爱吃的那个就是哎，怎么了？真的，真都吃没了。对，就这个。又香，哎呀，我有点想吐了。又香黑椒味。你现在再吃一片，你再感受一下。吃一片。蝈蝈姐姐最喜欢吃什么味道？榴莲。豆子呢？她喜欢吃吗？豆子呢？我最喜欢吃的香蕉。对，我的奖品。有股怪味儿。萝莉姐姐最喜欢吃什么味道？鱿鱼。啊。行了，那这些你们留着吃吧。谢谢。谢谢。喜欢吃什么味儿的？你还觉得那个好吃吗？柚子味儿的。